牙种也太难遇了吧。这时间都没人，还说啊不行，我刚吃了猫的生物博士。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怎么有空？特别想你就跑过来了啊！要打什么？每周、每日？每日啊！刚开台签打完了，难过。我可以陪你们打。打什么？每日啊！日啊票啊！哦，好啊，那就我跟你去天天去打了。哦，我也有萤火任务嘞，好好，爽。嗯，活动大一种。嗯。无眠斩龙。可以打。无眠的大一种啊。可以找大一种的斩龙。他是兽那个啊，兽龙族。活动的话，可以去打冰牙龙那些，也可以去那个啊，也可以去抓猴子啊。对啊，打冰牙可以顺便刷那个票啊，冰牙跟那个黑狼那些的，好友票或是那个冰牙的那个什么阿哥票，打票啊。然后先找大一中的长官。嗯，
可以打咬鱼啊。展龙跟，我这边会有打麻将的声音，所以。我有一个一斤一银三桶的什么？咬鱼。展龙啊，大一桶的展龙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剩两区的毛巾没找到。看一下我的。四斤一桶。来吧。有吸力呀、啊。有吸力呀、啊，你们可以先进去啦。我来了。等下就来介入你们两个啦。啊！展龙。展龙带贯通应该就是蛮好的了吧？展龙贯通，怎么样？繁星大师，您觉得？你说展龙配贯通吗？展龙打不打展龙用贯通弹，不太好吧？他先吃了一声。我在想，你贯通要打在哪里啊？打在他的刀刃上，香香香香香，香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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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。我看，好。我的票已经低于170了。参捐吗？对，没事啊，高级参捐会取代他。我们先走啊。对，我快好了，剩两个区域了。米米啊，你其他等级不够，不是没有特殊的毛巾？不是五以上就有了吗？所以你每个区域都五了？没有啊，除了神除了那个啊。荒地之外，都五啦，好猛，没有猛啦，刚刚好。他现在真的很喜欢丢包哎、欸，而且我没有投掷器，投掷物。你刚刚下来有倒标蜥蜴。啊？新的那个有成就的稀有怪。要下去是不是？跳，直接跳那个洞下来，不然就是在那个。什么成就的稀有怪哪一只？就那只道标蜥蜴啊，道标壁虎、啊，表示你们那个边有什么什么增值中？对啊，有吗？你有吗？一个蓝蓝的壁虎，你没有看到啊？在墙壁上吗？没有啊，他从外面那边跑进来啊。哦，有，他会爬在那个稀有的那个物种旁边，他会停在那边啊，那边。他会跟你讲说那个可以踩。那只有一个成就啊！哦，它长得跟土龙一模一样，它只是蓝色的。土龙的模组现在是土壤吗？哎呦，阿角！阿角，阿角，我想要打你啊，阿角！那你打他，我去打别的。我不要。欸、外星猫的武器可以做、哦，嗯，睡眠属性再加一个飞碟，会在它屁股后面飞。有那个我已经做了，因为有棉鼠，我现在只有做棉鼠跟麻鼠。对。哎，哦。哇，再一下，好，OK。哇，直接送我在你们旁边，我们三个都被
丢在同一个地方。真的假的？你们在这里？没有，没有。哇！脚上来，糟了。好了，我来了。哎，白痴蚊子！是不是要被强制下来？好没，来三方会谈。哇，三方会谈。喂，你我怎么看到你敲在草丛身上？黑甲龙。黑龙黑甲黄酸了，应该是跑掉的。好的。假婚，哎呦，那也真可怜。所以你装那个什么滑坡的那个攻击力有变高吗？我没装啊。哦，你没装，我以为你有装。珠子不够位置，我装了，要么就是广域化会烧，要么就是龙不能吃爆炸菇。对啊，不然就是不能当龙子。当龙子好像好一点。对啊，在你们听不到的时候，让他去撞墙。哎，歪了。哦，有哎。大哥来了，小弟要走了。大哥不让他走。我从那边跳下去，我去那个中间那个营地换弹。好。会爆！睡他、哦。好。困。
还想磨屁股。被甲龙躲开，还不要来挡弹了。吓到了吧？就是摇尾巴，你给我好好摇。哎，大部博士被抓没？还没，狂言了爸，我是没骗人。是抓呢。可以抓是不是？没有。那你还用这个蛋？那个不是可以抓才用的图吗？啊，是这个是不是？哈哈。哒哒哒哒哒。哎，再来一次。好像都。哎，感觉刚刚可以再一次。你扒他三个巴掌，在干嘛？想当火龙？哦，我剑切了，太神了！哎，走。骷髅头了，我看不到骷髅头了，我只看他动作会挂。噔噔噔噔噔，控枪真的有看怪 buff 哎，好扯哦！真的，明明我才刚打完呢。老头对我比较好，有一腿，天无啦，哇，三个天灵哎，我的发，我要配合上一张那个图，拖在江江这边，这样你会以为是同一张，怎样？他也三个了，烦欸，都是我在我的任务拿到天灵，啊，我自己都没有。我刚刚他要打萤火龙拿了三个天灵，现在打这个也是三个天灵。谁？都他、哦？他 ，HTT 啊。那种剑好爽。好爽。
对哈，我要去强化。尾三个天灵。那看来我们是好剑友。剑。小猫探险队，我不想再探了，好累，我一直按。现在金火、银火都有了，我想也有了，对吧？下一个嘞，无眠，无眠。这无眠龙我有自由没有打过，在打去。就那个啊，斗技场啊，好二星。我看我的，对啊，欸、你们打过了吗？我先打过啊。我没有，我有那个啊，什么？哪个？我有一个那个追加用餐地区的没打过，没打这个。啊，那是要打两只吧？嗯，是吗？策略浮棉龙哦，一只啊，打。湖棉哦，在。哎，五代树，边吧，五凤，杀了他，干，跟上，麻烦手下留情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中文好难哦。真的假的？我竟然没有投十二的珠子哦，可恶！棉，要投十二珠子吧？可以套投十五哎。哦，江江有啊。啊？你有投十二啊？好，江江不是投十五吗？我投十五啊。什么？你可以？好不？啊，就冲枪需要。啊好，那子弹真的有多吗？不是指指石头，是他那一根会堵的比较久。他的那一根管子是靠他的投石的那个来算的。哦，嗯，好吧。人家十块有二十个，我的十块有四十五个。
最爽的还是粘桌蛋有四个，哇、哦，粘死他！粘死他！有没有攻击体力猪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感觉这两个属性都是在后面的呢。不知道那个规则是怎么样。辅助加主要的在后面，二等猪在前面吧，看起来有。可是有铁臂解放哎、欸。对。嗯，在。哇！哎呀。十个菇有得死。铁兄，你好，你好吗？我吗？对啊。啊，妈妈上，我在找有什么珠子可以插在我的武器上。啊，看来只有结石攻击珠是最好的。出啊！要四等攻击猪，四等攻击猪，就是那个四啊，哦，大哥的那个四等动物攻击猪啊。啊，我被丢在他的脚下。哇，你们在那边？我没有，而且我没吃饭，我要再见了。好夸张哦，不吃饭。好夸张哦，讲几次哦？好夸张哦，回来了哎。是怎样？我没整理包包哎、欸，好夸张哦！好爽哦！好啊，我吃的 buff 你都没有吃到啊，没关系。好夸张哦，都被你拿走了。没有，我只拿了一个陷阱啊，我其他都没拿、啊。哎，陷阱不为过吧？嗯，你跟我想找的那个东西不太一样。长很像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还有一个长得更不像的来了。白痴哦、喔！我怎么丢到回家球啦？我刚刚在点交付，然后给江江大便。啊、然后你就不见了。玩错了。啊！我把它拍到陷阱上。哼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小鸡，白色小鸡。来不及了。我也是可以帮我跟另外一位讲说起来的。